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股市女王 Part 2美丽教主。哇，我感觉我的 AI 无敌系统就是棒。这一波我带我的家族成员，我们做什么？集团小尖兵。好，我们看这边，你看神盾今天呢最高来到涨停，我们是现买现涨停。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？加邦，来导播帮我放这边。加邦你看也是持续创高，对不对？除了加邦之外，来联发科，哇，今也是持续创高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大盘好了，因为今天的大盘哦，目前是跌10点。好，那我们来解一下大盘。好，这几天的大盘呢，我们看一下都在这个五日线这边做震荡。好，那为什么会在这边做震荡呢？因为第一个我有跟大家说，因为呢目前哦这几天都遇到前高，对，前高在哪里？17463。好，那遇到前高，它会消化一下卖压，所以会震荡。再来呢，外资它放假去了啦，外资放感恩节哦，所以也会在这边震荡。但我要跟大家说哈，因为目前呢选前剩没几天，对，我之前也跟大家说选前哦30天哦上涨的几率，就上涨的幅度至少5%以上，所以我还是要呼吁大家。趁这波在震荡的时候，赶快什么？赶快进来买，可以赚这个资产翻倍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今天一样哦，今天的集团小标兵，对，跟集团作战是持续的，好，是持续。好，那来看一下。柜买指数哈，你看柜买指数已经连十红了。好，那柜买指数连十红代表什么？来，代表内资做账，跟什么？跟这个投信做账。再来加上这一波的做梦行情真的很大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操作？我们要积极的操作。那积极的操作有什么方法？首先，第一，你要把手上不动的股票去做一个换股的动作。再来呢？你要很频繁，如果说这个手上涨多了个股，涨多了个股，它涨多会震荡，对，那我们就要换掉，再换掉强势股。因为今天老师也同样有这样的操作，那我等一下再来讲我换了什么股票。好，那一样哦，我要跟大家讲解，就是说这一波哈、哦、行情很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，升息已经到了末端，因为12月联准会不升息，但明年会降息，那这个在降息的空窗期呢，这个就会有很大的想象空间，这就是我说的做梦行情。好，再来呢，选举行情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今天的重电股，对，也是涨很大很多嘛。但我们资金做最有效率的运用，我还是重压什么？IC 设计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边哦。我昨天跟大家讲的是什么？神盾集团，对不对？哦，神盾集团这一波做账真的是很用力。好，那你看第一次他做账是有哪一只股票代表做？安国嘛，对不对？他从35涨到哪？哎，涨到90几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来呢，对不对？昨天我跟大家说，对，我前天在这边讲哈，我说如果哈你这个昨天来找我的，对，新加入的，我带他们操作什么？我带他们买金相光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你看我当天跟大家说金相光，对不对？你看昨天涨停，对，今天对收下影线，持续的上涨。好，那我们看哦，来看这边，我当时也跟大家说，我说哈，这个当时在106的时候，我在这边跟大家说，我说我当天就是大放松，不盖牌了，对不对？我带大家来操作这一档，所以那一天哦，有加入我的，我就这个带他们操作。那我说这个金相光它的题材是什么？一样哦，它也有集团做账，对，神盾是它第二大股东，对。好，那一样，它是做这个影像感测晶片。那大家都知道，这一波，好，这一波最强的是什么？都跟手机相关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今天手机相关的个股，比如说什么，来宏杰科，对，跟手机相关的 PA 都有涨哦。好，那这个当然哦，金相光也是在做这个跟手机相关。那跟手机相关的个股，我一直跟大家说哦，他们已经整理了2年了，最衰的状况都过去，再来会越来越好。好，那你看金相光，
你看金相光它十月，对，因为之前两年就是股价跌了两年，也衰退了两年，所以基期很低哦。但是它十月开始，它已经开始年增了，开始赚钱了。好，那金相光呢？其实它这个感测这个元件，它可以用在车用，对，那车用就是比如说类似什么疲劳驾驶啊，哈，这一些应用在这边。好，那重点呢？其实这一波这个像金相光会涨，不外乎就是集团做账，还有什么做梦嘛？有题材就会涨很凶，因为之前就是之前就是亏损，那亏损基期很低，那如果开始单子进来了，转亏为盈就有很大的想象空间。好，那你看这边，如果从技术分析来看，你看我当时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在哪里？106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跟大家说，你看哦。MACD 低跟分红代表什么？后续有一段的涨幅，对。好，那看这边，你看11月那时候，我也跟大家说，我说这档个股哈，因为丽晶是它的第一大这股东，所以它会是爱普第二，对。好，那金相光呢？这档个股我也非常的熟，对。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，我带我的家族朋友，我们100块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做到这一段，哎，它也是有飙股的因子，因为它当时从100涨到242，涨了多少？2倍，所以现在又来了，所以我又带大家掌握到，我也带我的家族成员掌握到、哦。好，你看，我当时跟大家说，你看它股价站上了月的所有均线，对不对？再来，你看它股东，它大户持股人数才11个人，所以它的股权是非常集中，而且散户。没信心都卖掉，哎，整理了2年呢，散户都卖得差不多，所以这一次如果一样有做梦行情，对，通常都是这样，这个叫嘎空手，因为有时候都是这样，散户就是股价在涨起涨的时候，哎，都不敢追，也不敢做。如果你用这个财报来看啊，撩急你不干，所以往往都需要像我这种有专业、非常会操作 IC 设计的来带领你，你才会在这一波哈。像这个，你看我们的金相光。我们是第一次买是买在这边的，所以2根至少20%的空间。那你会问我，哎，老师，那金相光你还是持续的看好吗？对，来看这边，因为你看金相光这一波哈，你要特别留意的就是筹码。你看像金相光，散户已经卖的差不多，这个就跟爱普很像，散户在2年当中都被洗的差不多，没信心都走了。那你卖掉筹码都到大户手上，所以呢？这种哈筹码相当集中的哈，股价涨到哪是大户决定，哎，不是我们在决定。所以如果说哈你握有这种标股，你一定要抱牢它。那假设你一样，就是有很多人的问，就是相同的问题，就是说，哎，老师，我都不知道这个标股要什么时候卖。我通常我会买，但卖我不知道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来找我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我昨天跟大家说，我说金相光的第二大股东是神盾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我们就带我们家族成员做一个进场。好，那你看，今天一大早，对，一样哦。昨天来加入我，我们一大早就带他买神盾，对。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今天这个家族成员非常的可爱，他跟我说，老师。这个你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我今天一买现买现赚。好，那他也说他是护理师啊，因为是太忙了，所以没有办法看盘，只能就是看我们的扣讯，然后操作，然后达到什么稳定获利。好，那我们看这边，你看神盾一样哦，他在做什么的？他是在做指纹辨识的晶片。好，那一样，为什么这个最近我带大家操作的都一定要有什么跟手机相关、跟消费性电子相关？因为这个话题围绕在这边，再来还要有什么？就是集团股，好，因为目前就是在炒什么集团做账啊，哈，再来消费性电子的旺季来了，不外乎都是落在这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？你要买在起涨点，哈，好，那我们看这边，你看哦，像神盾集团，它是做这个它是做这个。电视感测晶片，它是用在手机跟平板嘛，哈。好，那一样，我们看这边，你看它十月营收已经开始成长，所以哈，现在的这个跟手机相关的个股，对，你一定要找这个转亏为盈、转机股，那不要去追高。比如我说像
刚讲的这个，像这种像这个红杰克这种，我就觉得有一点高哈。我们尽量要找什么低位接转机，因为有这个观众朋友他打来公司，他说老师，因为我之前呢，我手上就是套牢什么，他套牢伟创来。他说他套牢伟创，然后他一样，他也是听我的这个建议，他想要进来换股，对。好，那他就说，你看老师，我们已经套牢伟创，我在高点了，对。那现在我听你的，我要换股，但我要换的股票不要给我高位接，我要低位接转强再来。他也有标股的因子，这样我才能符合，就是老师你上电视说的，来第一档可以让我什么翻身，因为我套牢的，我想要解套嘛，然后我再来跟你第二档，我就可以资金翻倍。好，所以你看我找的，你看我们神盾，我找给他的。我们就是你看像他这档神盾，他是什么？你看他已经做 N 字突破，对。然后再来，你也可以说它是头肩底打底完成，有没有？好，那如果说你是常看我节目，你应该知道 N 字突破后续至少还有20%的空间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神盾大概就介绍到这边，一样哦，我一样持续的看好它哈。那但是呢，这个一样哈，如果说你看我节目买，我是不建议，因为我们买的位置比较低。那一样，如果你想要跟上我的脚步，你一样可以打电话进来哈。好，那除了神盾之外，好，大家应该知道我一开始带大家进场是什么。华兴集团的加邦，我一直跟大家说哈，这档个股是什么？集团小标兵。你看我们当时对不对？63.8做一个介入。好，那通常呢，老师买股票，我习惯有一个动作，就是我一定要有营收，好，然后再来要有转机。好，你看这边，你看哦，加邦，我当时跟大家讲的是，你看。当时哦，我说加邦它是前三季有没有？它是赚4.23，它已经改写历史新高了哦。好，然后随着这个5G 产品的兴起，有没有被动元件的需求？哈，会呈现倍数的成长。你看我们这个加邦什么时候做买进？当时你看在63，哦，在这附近我就跟大家说哈，被动元件要涨了，对。你看我买的位置是不是相对的低点？好，你看这边，而且我一直跟大家说，我说哈，我的股票是这样哈。当然，行情来的时候，我的股票就会立即的涨停加涨不停。但是大盘在震荡的时候，我的股票对它不会涨停，但是它会天天涨，温和的上涨。好，你看加邦就属于这个。特性哦，你看我们买在63，对不对？我来回就是加码，就是63买一次，71再买一次，所以呢，到现在已经赚了35%。其实我最近的这个，这是我们普惠的股票，然后普惠的股票买到这一档之后呢，昨天来公司就做了一个升级的动作。他说：“哇，老师，我跟你真的是哦，他上班只要看着扣讯就可以赚钱了。”好，那我们来看这边，你看。加邦有没有？好，你看我们从63，好，你看报到现在已经赚了35%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哈，我还是持续的看好它，因为有时候就是一档标股，你买到你不要35%就走，不然就太浪费，浪费一整段的好行情哦。一定要看准它，然后报一大段，狠狠的赚它一大段，因为今年就是资金翻倍的好机会。所以一样哈，我还是一样。其实我蛮担心的是说，你看我家族朋友，我们每天的股票都在创新高。那如果你手上还是一样，我一样讲，你看伟创今天还是一样，还是在这边震荡。你看还是在96，我们的股票都已经不知道赚多少了哈。我今天一样开放哈，如果说你一样有像这个 AI 组装下游，就是说你也想换股，跟这个昨天来找我的这个家族朋友一样，一样广告的时候打电话进来。因为来，我昨天不是说这个我要买金利科第二吗？哇，今天真的太厉害了，真的太厉害！你看它今天哦，已经上涨了6%哎。真的上涨了6%，当然我还是看好它后续还有一大段，因为呢这个。这档个股一样，我很会操作，因为2020、2022年的时候，这档个股它从一
150涨到600块。这一波我有带我的家族成员，我们有参与到。那现在一样哦，它又开始大涨了，真的要好好的把握哦。如果你想要跟上这档个股，广告的时候打电话进来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我再回来跟大家做分享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运大投顾梅玉老师，红包行情您上车了吗？大选加做账，行情不等人，红包专案帮您过好年，红包专案帮您过好年，立即拨打0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运大投顾梅玉老师，创意40%，爱股30%，华星光31%，联发科20%，华新科20%，翔硕34%，总报酬175%，即将推出女王标股，敬请把握，跟上脚步。传专线0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运大投顾梅玉老师，红包行情您上车了吗？大选加做账，行情不等人，红包专案帮您过好年，红包专案帮您过好年，立即拨打0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运大投顾梅玉老师，创意40%，爱普30%，华星光31%，联发科20%，华新科20%，翔硕34%，总报酬175%。即将推出女王标股，敬请把握，跟上脚步。传专线02781-0909，2781-0909。快来！奶奶。我是叫你停在安全的地方等，看红绿灯急来车，停车辆警示音，再走行川线就是斑马线啦。哎呦，行人停看听才是安全好习惯。好，欢迎回来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今天怎么带我的家族成员，我做了一个换股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通常我是这样哈，如果一档个股，对，我赚钱，我发现它已经不太动了，要开始整理了，我会就做一个获利出场。你看，我今天一大早哈，你看华泰哈，我在开盘就把它获利出掉。好，那你看华泰哈。当然是我发现这档个股我们也是有赚钱，但是呢我买在这个45块附近，你看创高之后，对，你发现它留上影线，然后要开始震荡，今天又破了月线，我就把它换掉，我就把它卖掉换别档个股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你再看我的创建，有没有看到我成本78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创建，一样我们也是获利哦。你看我买在78，对不对？好，它创高，对不对？但是它这几天上影线都不太过，我一样把它卖掉，我换到哪一档来？我换到这一档，我也是现买现赚。来看这边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哦，我这一波带大家做的就是集团小标兵，对，因为年底一定要做梦，我们换股一定要确保，就是说最好的状态就是买过去立刻赚，再来未来的梦很大，好，然后这个集团是很会这个操作的哈，很会做标股的哈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其实国巨集团真的很会做账。好，那你看我们也是一开盘就做买进，对，现买现赚。好，我换股不是我赔钱换，我是赚钱换，对不对？换了之后再赚，这样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？对，好，那我们看，来这档个股。
一样哦，你可以看它还是低位接转强，你看它股价站上了下降趋势线，有没有？然后周 MACD 跟翻红，你看这个位接多美。好，再来，我一直跟大家说，我说被动元件的库存回到正常的水位，对，那一样哦，因为个人电脑跟消费新产品在今年是极其低的，因为这一些哈，像这个类股这一些都已经整理了两年。好，所以这个算低位接转强。好，在这个时间点你追高你会怕，你说啊，老师前一波你那个你们的那个联发科你771涨上来创高，我没有跟到，我的 IC 设计都创高你都没跟到，那有没有低位接我都听到。所以我最近帮大家换股都是找这种哦，你看股价站上周的下降趋势线，整理了一年半快两年，最近才刚开始要动，然后它也有飙股的因子。来，你看它之前哦，这档个股真的很会飙哦，你看2020年它从哪里，它从60块涨到146呢，就这样每天涨，对不对？涨了一倍多哎，然后它现在已经整理了一年多，你看它股价，它才刚开始站上，现在正要开始大涨，而且你看它大户人数才几个人，它才8个人哎，所以筹码相当的安定。好，再来。外资也开始吃货，不止我看到，外资也开始看到咯。你看外资他从这边他已经开始吃货一阵子了，对，每天都在吃货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你看如果用日线来看，我一直跟大家说，我找的都是来头肩底打底完成，对，头肩底再来也可以说是 N 字型的突破，对，所以呢像这种个股买的最安全，对，它集团做账，再来呢位阶低，再来转机，因为去年哦前年就是那个像手机都亏损哈，再来对不对？你看大陆华为手机卖得很好，所以呢他们的营收会越来越好，现在进场最好的时机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先进光啊，好，昨天有跟大家说这个先进光其实它也是大力光集团的小标兵哦，好，你看。你看先进光有没有？我那一天在169做买进，对，好，买了之后呢，当天涨停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先进光，你看它还是持续的上涨。我跟你讲，这档个股我超会操作的。你看今天又上涨，对不对？来到185，今天最低有176哦。如果你在176被洗掉，那就可惜了，因为它已经股价创高了，未来会越来越好。好，那你看反观你就。我这时候就会想了，你看我们的个股，好，我们的个股都是，你看都是这样创高，有没有？即便我今天换的这档个股，有没有？这个被动元件国巨集团小标兵，它也是现买现赚冲上去，但是一样啊，如果手上大咖走了，好，不再做账了，你看就是这样哈，你看不动。好，不动就是一样，9598，9598，那是不是浪费一段好行情？因为现在的标股就是一档接一档，一下是二线小标兵，对 IC 设计，对，一下又是被动元件，所以你可以发现哈，资金如果摆错地方，真的有比较可惜。好，那一样。我要跟大家说的是，如果说你不好意思打电话，那你一样扫我的 QR code， 你可以扫进来跟老师说，哎，老师，我想要换股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，一样，或者说我右边有一个 QR code， 你也可以扫进来，那留言就是请老师帮我做换一下，好，换股，那我就会立即帮你处理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来我们就是看一下，一样。好，刚刚有跟大家说我们的晶粒科第二今天已经涨了多少，今天已经涨了 6%， 对，然后呢一样哦，如果你现在一样就是股票严重套牢，或者你想要资金翻倍，那我建议你就现在加入，好，一档老师先让你翻身，两档我让你资金翻倍，好，那标股计划已经要开始了。最后好，我邀请大家，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说好，年底对不对，集团做账很用力，再来呢投信做账也是很用力，对不对？趁现在齁，如果你要赚一个红包过好年广告的时候打电话进来，明天带你进场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
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运大投顾梅玉老师，红包行情您上车了吗？大选加做账，行情不等人，红包专案帮您过好年，红包专案帮您过好年，立即拨打零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运大投顾梅玉老师，创意40%，爱普30%，华星光31%，联发科20%，华新科20%，翔硕34%，总报酬175%。即将推出女王标股，敬请把握，跟上脚步。传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运大投顾梅玉老师，红包行情您上车了吗？大选加做账，行情不等人，红包专案帮您过好年，红包专案帮您过好年，立即拨打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运大投顾梅玉老师，创意40%，爱普30%，华星光31%，联发科20%，华新科20%，翔硕34%，总报酬175%。即将推出女王标股，敬请把握，跟上脚步。传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